这电闪雷鸣的，我都饿了。咱们这现在饿了吃啥呀？钻石做的面包，我的天，这一口下去直接加了一堆的生命吸收，旁边还有速度急迫、生命吸收、抗性提升，再来口金土豆，咱就吃饱了。背包里的东西，哎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好东西我没换，是哪个呀？哦，箱子，兄弟们，咱这两个黑曜石是防爆箱，但是只有两个箱子，怎么能够呢？再加俩箱子，这箱子有点小，哎，不过也能装点破烂。剩下的嘛，我想把这个工作台当做一，像这样，哎，当做一个墙一样给它用起来。这个是用来做无尽的，等未来我们无尽多了再说。偶尔得到了两根木棍，这也能合成东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啥呀？1499的攻击力，虚无符。不过我们有一个最终之剑，讲道理，其他工具几乎不需要。这啥呀？地狱砖咱也不要。看还有什么咱们能合成的材料没有，咱就得赶紧出去收集资源。哎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咱这条命是不是遇到花海了？还是说不是这条命啊？先把东西存，等奥利给了咱们再回来。现在出去找资源去，上面还烧了一点资源好像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儿有铁。哎呀，那这不就是新的资源了吗？在咱们这种合成不固定的玩法里，那肯定要多看，对吧？这好像还能这么合成，你看红石火把还能这样合成，加上木棍应该也能成为什么，以及金锭，这都能跟木棍配合。来看一下箱子，果然来好东西了，虚无胸甲，我犹豫都不带犹豫的，直接就把它换了。为什么呀？这种虚无装备加生命值加的非常多，加400滴生命值，防御力也不会比咱们的极限装备差到哪儿去，而且根本就不差，而且反而很好。现在我最大生命值已经达到了756滴，只要有这个裤子在，我回血是很快的。只不过这一波咱们算是把木棍消耗完了，之前那个大峡谷里应该还有很多的木头，我有空还得再过去。咱们熔炉，哎呀，熔炉有点少，就一个黄金熔炉，下次再让我看见哪个东西能合成熔炉，我肯定要多搞点。这个，哎，这个咱们得多搞点，拿石头的嘛，那石头咱们谁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多给他搞。这种东西不用管，有多少换多少，拿它当围墙，够不够？这个距离差不多哈。然后往这再来点儿，一二三，好，差不多，剩七个，七个放到咱们的箱子里。现在我出去，这是不是快烧完了？快点，快点！一个黄金熔炉烧的这么慢，这就是黄金熔炉的垃圾之处，它没法一次性烧太多东西。这点铁烧完，我们把那个 X 光往里一放，再跑那峡谷底下瞅一眼去。那峡谷底下应该还有很多木头之外的好东西，以及其他矿石。你看我们这里边没有钻石块，没有金块，也没有绿宝石块，青金石块、红石块都没有，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源。哎，烧完了，走，咱们去那峡谷。我不知道我做没做坐标，家里这边咱们先做一个，这块属于是一个 YF 家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啊。好东西都放这，这什么东西？深色橡木林，深色橡木林。这个不对，我们不去深色橡木林，那就是这个坐标了。哎，果然是这里。然后我们是从哪儿下去的？应该是从这边，我记得是从这边。然后突然就往下挖，就看见木头什么的，是哪儿啊？这儿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儿，兄弟们。哎，来到这里了，因为现在正好没有奥利给，我们可以来这里搜一些资源。咱们这把剑可以当做一个火把用，你看这边金矿这么多，打个火，这样我们就有光亮了。咱们铁也有很多，烧了很多的铁，但黄金没多少。这一小会又挖了30多个黄金，天哪！往这边再看看，哎，你看这边的资源就更多了，蜘蛛线、刷怪龙、木板，你看这么多木板，蜘蛛就别咬我了，蜘蛛根本打不过我们。你看这地上全是木板。而且全是线，大家都知道线可以合成羊毛，虽然羊毛没法分解成线，但是线可以合成成羊毛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咱们缺点火把，这块还有黄金块，呵呵呵，这个好地方得多来，真的得多来。点点火，看一下黄金块能合成什么。怪不得咱家没有黄金块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黄金块被我给用了，咱们分解变成了一个生长血清，咱们之前给用过了。哎，点亮光，那边还有黄金块，多余的东西咱就不要了。哎，其实骨头可以要，我把骨头捡起来。僵尸为什么掉骨头？我不理解。啥时候我才能有火把呀？这里还有煤炭块，呵呵呵，这么多哇！红石块，
真是越挖宝贝越多呀。这边还有点黄金块，哎，好东西。